在各位小姐中就属乔小姐对徐府最熟了，所以呀，我们家夫人想劳烦乔小姐顺便带着各位小姐四处走走。我还想继续。既是夫人的意思，莲房又怎会拒绝呢？想要去放纸鸢的姐妹们随我来吧。二娘，这出戏不是你喜欢的吗？听完再走吧。这戏以后再听也是无碍的，可大姐的心意总不好辜负。十一娘，母亲，随你涛妈妈去见见你大姐。是母亲。看来水已入墨。夫人已经准备好了，唤她进来吧。夫人，是十一小姐。二小姐随乔莲房走了。看来是天意啊。总算是摆脱他们了。没事啊，对不起小姐，都怪我太着急，我帮您擦干净。不用不用了，你们起来吧。谢小姐。小姐，如果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请随我去内院，可以把衣服尽快的弄干净。内院？嗯，或许能在内院见到侯爷，那也只能如此了。小姐请。小姐请。小姐，就是这儿了。在家里闷久了，就想出来走走。十一妹不会介意吧？小姐，小姐稍等，奴婢去给您拿一些干净的衣服来，免得小姐着凉。可是，哦，小姐放心，这里是不会有人进来的。那好吧。大姐可是累了，我们要不要去找个地方歇歇脚？既然轩就在不远处，就在那里歇一歇吧。好，往这边走。